陈燕，嗨，嗨，清景泽，还在录影哦？对，后面有车。怎么那么黑？什么？为什么呀？你讲一下啊，这把你记起来啊，这样以后就知道了。无聊哎、欸，无聊。你再讲一次，什么？现在风这么大、啊，然后呢？雾又那么多。对啊，你相信现在是已经快七月了吗？还穿外套嘞？啊？穿外套很冷啊。很冷啊。今天是夏天嘞、欸，夏天怎么可以有这种天气哎、欸？莫名其妙，是不是？那冬天怎么办？冷死谁啊？冬天会下雪啊！冬天就下雪啦。哦。
看你要不要穿啊，雨衣哦。你要穿雨衣哦，好，来穿啊。哇，这里面怎么飘出来阵阵的水雾气？这真太可怕了。里面很冷哦，零度哦。哦，有没有变冷？哦，这个温度怎么骤降？你现在录影啊？不然呢？也真的很冷哎、欸。哦，会滑吗？这个？你扶好就好了。冰水，真的哦，好特别哦。为什么会这样？对啊。哇，这真的很垂直哎！啊，你帮我们拍啊！我想帮你们拍啊，对啊，我在录你们啦。抓好哦，这里要小心啊！哇，你看这个还很垂直哦。哇塞！哇，这个要半蹲呐、啊。请小心你的包包，新买的包包，你说你哦。要刮出来，你可能会哭，我跟你讲。其实你有办法吗？那后面的人都是用蹲的。哇，这个不简单呢。对啊，我这个老人没办法来啊。要能够能 Q 啊。像我一样能 Q 才有办法来的。你这样可以拍哦，太厉害了。我录影啊。等你要小心哦。不用，哎，陈燕，哎呀，小心哦！哇，我撞到，小心哦，好小心，哦，又撞到，切，这真的不能顾拍照哎。你在录影吗？对啊，为了录影撞了两次。哇，好漂亮哦！这是冰啊，我抓一下那边有没有那个。啊，你前面我帮你拍一下。哇，又是很长的上坡了。不然我走回去的话，那这边往下走一定摔死。那自己摔死了。好走吗？好走啊！好走，比起刚刚那好走多了。哎，哦，我们出洞了，是不是？对，没关系。
哦，头被敲了好几下。干嘛给他弄一下？防晒啊！防晒的，啊，他就不需要防晒啊。这种都是黑压压的、啊。好厉害！耍憨呢，真的。好，偷看。
Oh, come on! Waiting, we're waiting. Just go. Quiet, please. Hi.跳一下志村健的舞啊！会唱哎。没关系，我帮你录了。哇，好高啊！快点，我还有23楼的时间。不用啦。快啊，烂手机。哈哈哈！哈哈！哈哈！那你这么慢的。哇，很高哎、欸！哎，真的蛮高的、欸。快点！哦，你的手机开机了，赶快。下去机会好不好？下几楼了？我们到几楼？39。39。快点！哇，越来越高了。27了。再开了。开了哦，哎呦，没想到今天有时间让你拍。
的电车刚才选择了第一个是其他还有可能的我们主要是两个人都是反正就过去的我们希望对我们来说需要的活着了反正就过去就这么久了那个人没有忘记了再来那好酷哦！那一台从那边开过来，一台从那边开过来，然后把两台接在一起，然后就走了。